到底知不知道你爱的人是谁呀？你和谢婉嫣注定不得善终。听萧师说，你在梁伟沙坐了一夜。嗯，我去告诉阿月，大仇得报，恶人自觉。昨晚的月亮又大又圆，阿月一定很高兴。皇后引毒暴毙，死得很痛苦。母子离戏，戏居保帅。没想到李痴可以狠到这种地步。现在的大禹看似枝繁叶茂，实则外敌强劲如风，根脉腐败已久，恐怕距离王朝颠覆已不久矣。你呢？大仇得报，开心吗？太快了。快些成功不好吗？明日起，我还有很多收尾的事情要做，别等我了。哎，夫人，主上今日有要事在忙，不方便见您。什么要事？连我都不见。明日起，我还有很多收尾的事情要做，别等我了。我知他近期伤神。所以炖了安神的甜羹，就一会儿，不耽误什么的啊。哎，夫人，你就别为难属下了。天冷了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帮我转告他，我在房里等他。月珠，你可看见国师了？没有，小姐，你跟国师吵架了？那锦慈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小姐，该梳妆了，今天要去宫里参加江小姐的三期殡仪。嗯，我得把阿月的衣冠遗物拿回来。你这是？今日丽嫔三期病已，我就知你会来。太子这般模样，倒叫我不敢认了。阿姨，此前种种是我的错，如今我已经反悔，你可以原谅我。
这是干什么？丽嫔之死，向来与我母亲脱不得干系。如今，如今她已身死，我便代母祭拜，望亡者安宁，平安往生。不必了，阿月不会接受你这种惺惺作态的歉意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别走。我们一同长大的情谊就不能以诚相待吗？以诚相待？你要我以诚相待，你何曾真心待我？我们如何拥有一同长大的情谊？你心知肚明。这一切不过都是你骗来的。我是骗，可我只想与你长相守啊。我虽骗你，却对你真心一片。可是那顶词呢？真心？你何来真心？你怎配与他相比？阿姨，这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样。我是负过你，可你里面的那顶词是什么好人吗？他接近你的目的比我更可怕。你又在胡说些什么？如今皇后已死，他如愿铲除了一众朝臣，你再想想，他待你还同从前一般吗？在他心里，与你相处恐怕比死更难受。丢了太子之位是你咎由自取，不必跑到我面前来发失心疯。绿珠，走。不信的话，你打开回去问问族中长辈，看看当年那家和谢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小芝，夫人，那景慈呢？他回来了吗？他回来了是不是？我去找他。哎，夫人，主上吩咐，不见你。不见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不想见你，也不想您去找他。你也知道，他只要不想见您，您势必找不到他呀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肯定知道对不对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实在不行，你带我偷偷去见他，好不好？夫人，别为难小芝了。小姐。夫人。没事，我不为难你。女主，回家。回信。黎叔。小姐，匆匆忙忙的，您怎么回来了？那家跟谢家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也只是略知一二。小姐，早晨我打扫书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盒子，之前从来没见过。啊，这您认得此物？这您快说呀。这是老将军生前所书，明明要呈给皇上看的，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真的是祖父所书？是。吾此一生，南征北战，平定四方，从军数十载，自诩清廉正直，无愧天地，却偏偏只犯下了一桩错事，足令我抱憾终生，死不瞑目。那大人曾与本将有过一面之缘，足可见其心怀大义，并非卖国求荣之辈。
不如再行请示陛下，以免冤杀忠良。老夫尚有一女，就在那府中。陛下圣旨已下，老夫也只能忍痛大义灭亲。将军何故推三阻四？难不成与大风勾连者不止那家？国政甚严，老夫奉劝将军一句，通敌卖国，牵连甚广，将军职责特殊，若为此事有违圣命，谢家上下乃至整个谢家军恐怕都将不得善终。可将为王用，还望将军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。动手！当夜那府满门48个无一幸免，我久经沙场，所犯杀戮不知几何，唯有那家一事令我此后夜夜难眠，心中悔恨良久。我后暗中调查，才知真相并非那家谋逆，而是陛下错信奸狱，皇后与国丈因一己私欲栽赃陷害，杀人灭口。竟将此书呈递御前，唯盼圣上重审此案。我至将死，心实难安，唯盼来日邪佞伏诛，忠良昭雪。小姐，您……我没事，李叔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我想让你长长久久的活着，陪着我，亲眼看着我将那些该死的一个一个送下地狱。如果小的时候没有经历那场祸事会怎么样？他一直当年那场祸事竟是谢家亲手所为，我怎有颜面向提出那些如果。大禹婚制，结契夫妇要给彼此环佩簪发，讨一个同心连理、结发白首的彩头。我这双手原不配为你环佩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南姐，对不起。小姐急匆匆，这是做什么？我要去顾师府。顾师府刚刚派人传了话来，让您留在谢家吉普，不必回了。不必回了？什么意思？顾师府派人传了一纸休书。夫妻之人
本于七世之盟，大仇即报，再无贪图求索。既已纳心不同，难归一意，并着一封休书以求一别。此后各自降去，永无争执，万事姻缘，请成全。即便一切都是假的，我也要亲自去问他。